都是一个规模比较小，一个呢是这个比较 homogeneous， 就是非常人群的那个基本的特征是大致差不多的。比如说柏拉图就讲他最理想的这个政体的大小是5080户人家，那比香港小得多，5080户人家就算一家10口人也才5万多人嘛，对吧？就是很小很小。再一个，他非常 homogeneous， 如果有外邦人的话，他就基本上不给他任何参与政治的机会，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那么现代的社会呢，就是第一个它非常大，这个欧洲那些国家虽然跟中国比很小，但它也有几百万几千万人口了。然后呢，最近的变局就是人口流动非常大，移民问题非常大，这些问题其实已经给欧洲的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提出了严重问题。你没有移民也不行，因为你劳动力老化，有了移民的话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这个福克亚马这个福山的他的老师汉念镇最后写的一本书title就叫 Who We Are， 我们到底是谁，就是美国人都已经不清楚我们是谁了。再过多少年，可能加州那边就是说西班牙语的人要比说英文人多，已经是了。上个星期我的医生白种人在加州的告诉我他是少数民族了。OK，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是民族的理念，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尊重而且是应该支持的一个东西。怎么去设计一种制度是大家要考虑的问题，仅仅把思考停留在真普选这个方面，我觉得这太浅了。就是你把一个复杂的社会治理的事情变成了一个口号就能解决的事情，如果这么简单的话，人家早就没什么问题了。但问题是口号不能治国的，必须依据各国的实际情况，各地的实际情况来解决问题。现在呢，我觉得如果要摆脱的话，就大家都能冷静下来，从实际出发来思考解决本地的主要矛盾的方式。如果不从这个地方出发，大家都是双方喊口号，再喊100年，问题只会越来越糟。好，还有啊，就是到底什么是在哪个阶段，什么是最重要的，这个是值得考虑的。比如说，我们讲的那个学者福山，他当然年轻的时候，写过历史的总结，他是很大的一个自由民主的这个思想家，可是呢，最近那些年，他又研究很多关于他叫 state building， 他专门写了一本书叫 state building。他发现啊，在一个国家还没有形成或者国家弱的地方实行民主，那就是死路一条。所以呢，他分析下来，他说民主的成功，国家的成功有三大要素。他排第一位是强政府，第二是法治，第三是民主问责制，这三个因素使得一个国家会成功。那么他说他说美国现在改革在失败，美国现在遇到困境，为什么？美国现在是非常强的法治，非常强的民主问责制，可是非常弱的政府，不可能强的，哎，弱政府，所以这个失衡造成美国现在陷入的政治困境。但当然，太多的发展中国家都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政府其实很弱，当然国家机器也很弱，然后你搞很多民主，搞很多法治，这个法官权啊，自己就 hold court literally， 对吧？赚钱是吧？那自己像巴基斯坦，对吧？这个法官可以把你政府都推翻了，那么其实国家政府就很弱，这个是没有办法，没办法成功。但那个也算后知后觉了，他的老师这个汉廷顿，1968年出了一本书叫《The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就是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一句话就是讲，最重要的问题 is not a form of government, it's a degree of government。对。所以福山这个到过了几十年，才又重新回到这个 the state capacity。实际上是一个后知后觉。我讲 state capacity 是90年代，比他早20年。王老师是专门，这个是多少年来我王老师都在讲 ，Huntington 以前讲的，福山现在刚刚开始讲的，就是 state capability state capacity。就冷战以后啊，刚过冷战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个国家是一个 passe， 不
家这个概念已经不时髦了，过时了，不需要政府，好像什么事情只要大家选一票，然后有自由市场，愿买什么愿卖什么就行了。可是二三十年的这个历程证明，这些东西都中国大陆现在是走这条路啊，就这个强政府的路。哦，中国大陆当然是确实这三十年的改革是一个强政府的改革，也不是全部，前十几年时间他走了一个叫放权让利的道路，结果搞得中央政府弱得不得了。所以那个时候我才讲要加强国家能力，因为那个时候中央政府真是手里没有钱。朱镕基当时有句话叫做手中无米叫鸡都不来，到这种地方。大家知道这句话手中我没手中无米这鸡都不来。那个其实好多人不知道啊，其实中国呢，一方面好像中央政府很强，那在某一些方面呢实在很强，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以往这其实二三十年吧，十几二十年吧，其实中国的放权放得很厉害，大概历史上少有一个时期啊，在中国历史上少有一个时期，那个放权是放到那么的一个地步，今天还依然厉害，全世界到今天没有一个国家。中央政府的支出占整个政府支出的25%左右，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中国是如此。所以呢，这个是但是呢，从长远来看，傅山先生啊，好多事情他也是我的朋友，我好多事情我不同意的，跟他不同意的。但是他说要强政府，这个绝对是需要的。中国没有强政府啊，13亿人口啊，30个省啊等等啊，是56个民族啊等等啊，是很难搞的一个事儿。那香港呢，要是你要走台湾的路，像陈文茜那样子23年之后才觉醒说，哎呀我们浪费了23年了，你要走那条路，你就要走弱政府的路。不只是浪费了23年，浪费了以后的50年。因为跟我讲的是 institution 制度一旦建好了就改不了，就改不了了。是，所以死胡同。你如果就像你得了晚期癌一样，这个浪费的最好的例子就是今天的乌克兰。对，乌克兰到现在的人均 GDP 相当于1989年的70%左右，就是过了25年，比25年还差25%。他再过25年，恐怕也达不到1989年的水平。所以这才是真正的人类历史上的大悲剧。但是因为它是符合西方意识形态的，它是民主的转型。所以你在主流媒体上没有人告诉你这一点，你只有看数据你才知道。这样的国家不止一个，我还可以举出一大堆来，但是主流媒体上不会告诉你这些故事。这个事情我知道，因为我们每年都去乌克兰好多朋友，我去看他们的时候真是惨。不过以往这一年呢、就更惨，不然那是后话。那总而言之啊，这个我们听了你们两位专家讲了之后啊，我实在啊搞不清楚什么是真不行，听来啊是都是假不行，不过是要所以不是什么的制度是那个政府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最重要。那但是那个制度呢，就叫你啊，有些政府是不可能好，像台湾那个制度啊，就叫台湾的政府不能好。那不要说你说马英九不行，那之前的行吗？那个你不要忘记啊。那个陈水扁啊，治台北的时候做台北市长做得非常好哎，很了不起啊。那马英九治台北的时候也治得很好的，那但是一到了一个有政治成分很多的地方，就是那个台湾省的那个大的政治的时候呢，你就出了问题了。那香港呢，虽然地方小，但是要是我们的制度是跟他们一个样子，我们只能够有同样的后果。所以香港的前途是什么？我个人是相当的担心，只能够靠阿爷救局，是吧？那除此之外很多的担忧，再加上你刚才不回答我的问题，我回答你的问题，你说那么洗脑的问题，那香港人呢，那要是你们刚才说的这一套东西啊是有相当的可信性的话，那我觉得像您这个已经来讲了哦。那现在香港的那些政客完全是被洗脑的，对
被西方的那一套东西啊洗脑洗得厉害，根本再没有自己独立思想了。我凡是我写文章或者我做演讲，我问民主有什么不好处，哇，排山倒海倒海而来啊，把我淹死了啊！我不是说民主不好啊，民主的好处我也知道啊，民主的好处我也很欣赏啊，但是民主的不好处你敢说吗？现在香港这个社会没人敢说，关键是不敢说这个所谓的那种民主是不是民主。我觉得大家都先还把它叫民主，只能我用的时候我一般都会打上引号，我觉得它不是真民主，都是假民主。是啊，那美国刚才我们听了好多啊，我手上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资料，我刚说到没多久的，说啊，在美国那个参议员那里啊，在那个三人啊，那共和党有54票，那总共100票啊，共和党54票，那个民主党46票，54跟46是比，但是选民得到的选票是多少？民主党只得到46%的选票，46%的席位，但是他们却得到了6800万票，共和党得到54个席位，但是只有4700万。反过来，6800票得到46个席位，4700万票得到54个席位，那是真普选吗？这种情况其实很多地方都出现，英国制度里面经常会出现，就是占的席位的比例远远低于或者高于他得票率。新西兰这不是日本一票啊，新西兰改革以前的制度经常产生这种结果，所以他后来改革他的投票制。这种制度你就设计那种投票体制的时候，往往很难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那这个是有需要的，为什么有需要呢？因为他要避免这个难处，就是 oppression of the majority， 就我得到51票了，你只有49票，或者我50-1，你49.9啊，我就可以在要来的4年把你压死，把你打死，那就是 oppression of the majority， 就多数压制那个少数。有些时候，有要避免这些东西，就要这样。有些时候甚至不是这些，就是技术上的。你比如说，你选都是一个选区选出来的。你选区每年划分能划得那么准吗？就是每个选区里面的人确定是一模一样多吗？这可能不是这个样子。是，当然而且尤其是参议院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参议院是每个州选2票，但是每个州的人是不一样，所以他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有些时候都不是阴谋，就是选举制度本身它的技术上的复杂性都会导致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有需要的，所以要是从香港人所谓的真普选的角度来看，那美国没有真普选的。那个什么叫真普选？对吗？那你要是你在Wyoming州啊，只有59万人，58万人，58万人有2个参议员，就是每29万人，29万人选一个参议员。要是你是住在加州，啊，3800万人，3800万人呢，每1900万人才选一个，那我的票，我住在加州跟你住在那个怀俄明的票的对比，那个价值的对比是什么？是65:1，就是说你的票值钱，值价值高我的一票，65:1，所以这个是真不选吗？但我这种事儿太多，我前两天讲课跟学生讲，我说。德国有上院和下院，上院的代表各个州，上院议员是哪里来的？大家都认为上院议员一定是选的，我说不是，然后他们猜，那就是各个州的议会选的，像中国的人大、省人大选这个全国人大代表一样，我说还不是，德国上院的议员是由省政府选出来的，省政府任命的，不是那个。我随时可以任命你去，随时可以叫你回来，根本不是选的。那要按照那个真普选的标准，那德国现在必须要民主化呀。民主啊！英国也是一样，英国上院什么时候选了？英国上院到现在没选。现在改革上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案，就是我刚才讲的抽签儿，
极尽的要改革上面的方案，大家现在也没选，这样的制度多得去了。你要一个个举例子的话，我们可以举无数个例子，就是我就你能够告诉我叫什么真普选的话，我可以给你非常多的例子，告诉你你这个标准不对。所以什么叫真普选，本身要真普选的人一定要清楚自己要什么东西叫真普选。所以真普凡是说真普选的人不是无知就是骗子。那我也不知道，我从来不说。那我加一个，就最近一个